已故粵劇名伶辛馬師曾的妻子長嫂洪金梅呢日離世，享年73歲。早前有報道指長嫂出入公立醫院腫瘤科，5月底就有消息指長嫂患上肺癌同埋肝癌，需要入院接受治療，而長嫂最終都是不敵病魔，呢日下午5點離世。據消息指，鄧兆尊同其餘幾位子女都有到醫院送長嫂最後一程，而設靈就定咗喺7月11日。提起長嫂，大家可能都係諗起持續多年嘅爭產案。虽然搞到同屋企人对簿公堂，但起晚年长嫂都同子女和好，并指同佢哋系冇隔夜仇。有指长嫂大概有15億身家，仔女同洪家嘅亲人都会有份。李慈长嫂一早就安排好遗产嘅分配，希望就唔使再争啦。